这里是千米高空悬崖玻璃战斗。都说伤过的心就像玻璃碎片，朝着玻璃戳两下就会出现一个大爱心。我正在现场开启直播，胆子大的点我头像的加号就可以看直播，点加号看直播，正在直播挑战。这是千米高空悬崖玻璃战斗。都说伤过的心就像玻璃碎片，朝着玻璃点两下玻璃就会碎。加关注看现场直播，以及丽江古城埃及金字塔直播。这是千米高空，哎呦，我的妈！